DSE 2012天文 E1MC 第三題，呢題就講到太陽距離銀河系嘅中心。咁我假設 O 點係太陽系嘅中心，太陽就同佢距離8個 kpc 咁遠。咁而佢個旋轉呢一個嘅線向速度個 v 咧，就係220個 km/s。咁而家就請問你太陽繞銀河系中心旋轉一周要幾多嘅時間？就要以年嚟表示嘅。咁我哋話其實個週期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圓周，就除翻個速度，其實呢個係一個圓周嘅距離嚟嘅。咁所以我哋就會用翻二派 r， 咁二乘派，咁個 r 咧，因為八個 kpc 啊嘛，呢個 k 值就即係10^3次，呢個即係10^3次。咁而咧一個 pc 咧就係3.09×10^16米，3.09×10^16米。咁220嗱，跟住下低速度220个 km/s 咧，就即係220×10^3次，又出再出現咗10^3次。咁除完之後咧，個答案就係7.06×10^15秒。跟住你將呢個咧係除翻變翻做年咧，就除翻。一年咧就有365日，就有24小時，有3600秒。除翻呢一嚿乘嚿數咧，就會係2.24×10^8次咁多年。所以個答案咧就將會係 A 啦。